大交啲知道，今次就介紹一架哈尼明展會限定版嘅飛虎嘅警察車啦。我唔知佢唔係真係飛虎嘅，係唔係？即係呢架係應該原版應該私家車，原裝應該私家車。不過上面加盞頂燈咯，上面加盞警鐘咯，就扮警車咯。是完全沒有一個警車 logo 的，真是完全沒有一個警車 logo 的，是不行的，很搞笑啦。 SDU 飛虎啊，飛虎啊，我不知道是不是有一架飛虎， PDU 不是， PDU 應該看出來有一架飛虎，我的印象中應該是，因為從來沒有出過飛虎咯。出咗機動部隊、衝鋒車，機動部隊啊、衝鋒車啊、交通部啊，同埋機場警區四架之外，應該就冇出過飛虎嘅，新突破啦，哈尼新突破整個限定出嚟啦，幾得意啊！真係咁啊，事不宜遲啦，就拆啦，咁啊個盒都差唔多嘅啫，又係印住飛唔係飛虎啊，印住呢個嘅哈尼標誌啊，唔係飛虎嘅車喺後面嘅，咁啊。有 Facebook 啊、Instagram 啊、馬哈尼嘅網頁啦，咁啊都冇乜嘢啊。下邊就又係警告啦，啲警告字眼啦。咁啊唔使睇，呢個睇下呢架車黑色，襯個盒都黑色，勁。咁一於就拆啦，其實呢架車呢就同原裝嗰架咩即係下次會介紹一架102呢係冇乜分別，個架車冇乜分別，除咗都有個一個頂嘅警鐘之外，應該又冇分別，架車牌應該一樣啊！這個原版的私家車，這個警車，加頂燈就變警車，哇！幾得意。咁啊，這架就避震同埋車兩邊車頭，兩邊車門打開嘅。你冇招？佢太黑嘅環境，所以睇唔到。肉眼就看到的，應該下環的就看到了。和普通私家車沒有分別，入面完全是。車頭 AM7876 啊，是7878，是啊，应该是啊。咁啊，个车底就冇乜唔同嘅，应该是真胎啦，唔会假胎。佢应该啲限定都唔会整假胎，唔知啦，应该都唔会整假胎。咁啊，車行應該一樣啦，後邊都後邊清楚啲。對焦啊，對唔到咩？AM7878啦，唔知點睇嘅睇唔到嘅。咁又係土丘塔啦，係嘛？又係土丘塔嘅。
咁車頂就好多架，多盞頂燈嚟噶，盞頂燈啦啊！誒，佢唔係擺呢邊，幾得意。唉，擺呢邊好得意，即係佢就係揸緊車由呢度由入邊，即係本身係一粒噶嘛個位，就擺入嚟呢度，跟住見到最近見到即係。啲警員 call 佢話追車就擺拎架呢個嘢出嚟，擺上咗車頂，咪扮警車咯。啊，應該呢架車都屬於警車啩，唔知道。可能佢係飛虎自己嘅私家車唔定。好老闆唔知咩，唔知個黐線啊！啲差離全都係差離，大多數好老闆，大多數好老闆喎真係，而且咁啊，今次就介紹一架啦，介紹完啦，咁啊，我下次就如無意外介紹一架啦，唉，咁啊，啊再見，拜拜。